管是一袭浪漫透肤礼服，还是拿着花束的白纱，被称为韩流最正妹李明玄唯美的婚纱照，却因为帮韩国瑜拼选战没时间准备，全部都是在婚纱店内棚拍。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们的婚纱照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我们拍的也非常的紧凑，我们全部都只有在棚内拍。啊，还有什么事没做？菜。我还没试菜。和未婚夫两人都是国民党青年军，为了选举，两人婚期一延再延。不过现在终于工作告一段落，他们喜上加喜，还要找来韩国瑜当证婚人。就说如果我没有选上市长的话，就你就不要邀我了，就太丢脸。是他最近在忙着筹组他的内阁，所以我们想说，等他先把国家大事给忙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好好的跟他做邀请。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小两口力挺韩国瑜打造高雄爱情产业链，还考虑要办一场婚宴，就在爱河旁。可以思考看看。我觉得如果说为了要行销我的家乡这么有名的爱河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哦，好像还不错。与未婚夫甜蜜讨论婚宴参加者的名单，李明玄气质爆表，这一次婚纱照曝光也让网友大赞，真的好像 Hebe。 如果真的办了一场婚宴在爱河，肯定是韩国瑜爱情政策最好的宣传。记者李英伟、许章芳台北报道。